腰椎脱落两根筋还能飞踢，吴凡大展身手，现场惊呼连连。脊椎的腰的比较不行，因为有受过伤嘛。哦，对。啊，其他的都还 OK。哦，是哦。年轻的时候练。哇，前脚踢哦，中医治本啊，西医治标啊，对对，就把自己治成标本了。哦，医生说我补太多了，因为你们吃五谷米，我就吃十谷米，还加那个莲子，还加荞麦，还加那个红藜麦。医生说你吃这样太营养。